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314页，第三行啊，注解的第三行，坏诸欲牵，这一句是经文，净言素语，爱欲之心深而难悦，故说为浅。叫断令坏，这是净言疏上说的啊。真解里面说的坏诸于浅者，舍欲心，爱欲是诸苦之本，欲流深广，众生飘溺之而难度。啊，舍疑为浅，浅是比喻化，比喻。啊，什么叫浅呢？自愿里头有解释：扰尘常水坑也。我们一般人叫护城河，现在城没有了，在过去抗战期间有，每一个城市都有城墙，城墙外面是护城河啊，保护啊这个城池的啊，让敌人难以进攻啊，他必须要渡过这个护城河才能到城下啊。城墙一般有相当的高度啊，爬这个城墙也不是容易事情啊，都是要经过特殊训练，但是防御的人在这个时候啊，是歼灭敌人最好的时机啊，趁他渡河，趁他爬城墙这个时候啊，很容易遭受啊守城的防御啊。所以佛在经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欲望就是护城河啊，坏诸欲望，这个欠比喻护城河。净言疏里头说的也不错，烦恼习气什么最重？欲望，欲望没有止境，没有底线，
所以古人对于这段事情是严厉的防范，从小就教导啊，不贪不嗔不痴。佛如是教人，中国古代老祖宗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重视教人礼遇，那佛法是完全断绝，世间法要有戒度，不能太过分，太过分感召来的是灾难。那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人的欲望被物质金钱引发出来了，这一发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收拾，他回不了头啊！他有一个亿还想十个亿，有十个亿还想一百个亿，有一百个亿他想一千个亿，有一千个亿他想有一万个亿，乃至于把整个地球给他，他都不满足。这个灾难就来了，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！欲望跟福报要相称的啊，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，地位高下不一样，你在什么样的地位，拥有什么样的财富，它有一个标准，不超过这个标准非常好，那叫享福，超过这个标准虽然得的多，你没有福报。为什么？你有烦恼，你操心，患得患失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你在造罪业，罪业就很可怕了啊！往前面看，来生就是三途啊，说不定就堕地狱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！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这就是坏诸于谦的意思啊，要把它战胜。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摆作第一条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啊，八相成道说法第一条是破烦恼尘，坏诸于谦，悉诸苟物，心明清白。这在第一条啊，我们课题上是破迷起悟，心明清白就开悟了。前面三句是破迷啊，啊，摆在第一条，你就晓得它不是小问题，它是大问题啊！你这一生将来是到善道，是到恶道，还是到净土，关键在此地。六道凡夫哪个没有欲望？没有欲望他就成佛了，成阿罗汉啊，最少他也是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他还有尘沙无明。
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确确实实是佛。佛为什么变成六道凡夫？就是被欲望所累。因为你有欲望，你变成六道凡夫，欲望天天增长，没有衰退，所以愈迷愈深，业呢越造越重。你做的那事情，无论是好事是坏事，通通为的是欲望，不知道欲望是假的。这个欲望的因，感召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就是六道。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自己的善业造三善道，自己的恶业造三恶道。在轮回当中，无非是自作自受，与别人不相干，别人来劝我们做恶，主宰在自己。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，不造业，不但不造恶业，善业也不做。为什么？善业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在六道里头日子好过一点而已。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。无量界当中，你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，这是事实啊，多么可怕。所以佛教我们修菩萨道，菩萨道那就不一样了。菩萨恒顺众生，好像也在造业，好事坏事也在做，但是他有本事，不落印象，也就是说他所有的造作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心上决定没有，事上有，心上没有，这种业叫净业。净业六道里都没有。哪里有呢？华藏世界有，极乐世界有。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人，绝大多数占90%都是往生华藏世界。修一切法门的人他修成功了。一部分呢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是有真实智慧，善根福德圆满具足，选择极乐世界。能不能往生？生华藏世界，通通都要断烦恼啊！没有待业往生的。待业往生只有一门，弥陀净土待业往生，其他没有。弥勒净土在我们六道里面也不能待业往生。也要真正把
把烦恼扶住，才能生斗率内缘。真正能待业往生的只有弥陀净土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学习这一次机会要是错过了，来生什么时候遇到，要无量劫有无量劫，你才会有一次机会遇到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决定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小名小利欺骗了我们把净土忘失了，这不好啊。事出世间法都是一个缘，缘分，缘真正成熟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应该要做。缘没有成熟，不要勉强，勉强不得，勉强到最后是失望，到最后是后悔，那就迟了。人什么都是自然的好，一切随缘就好，决定不攀缘，攀缘就是勉强成就，随缘就顺利。修行在这个时代乱世，整个世界社会秩序都没有了，中国古人的秩序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实现了几千年，最近150年放弃了，抛弃了，才有今天社会的动乱。像我这样年龄的人，或者比我大几岁的，就更清楚，抗战期间，社会有秩序，人人还懂得伦理，还讲道德，年轻知识分子，他们效法西洋外国文明，对中国传统排斥，没有信心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上我们上一辈的父辈比我大20-30岁的，他们这一生都遵守，一直到老死。底下一代不相信了，现在是第三代了，第四代了，你给他讲印象都没有，非常陌生。这就是传统文化在今天推动有很大的难度，道理在此地。60年前有不少外国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非常认真，他们也非常赞叹，研究的最好的，英国的有两个
学者，前面一个是罗素，啊，是我们祖父辈的，是我祖父辈的，汤恩比是我父亲这一辈的，啊，大我二三十岁，罗素大概大我五十岁。他们认识，他们明白，啊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可惜中国人不认识，中国人把它丢掉，要向西方学习。啊，21世纪的社会就是先秦社会。混乱到这种样子，他们在50年前就看到了，啊，向大家宣布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社会问题，一定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，啊，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，换一句话说，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，啊，尤其汤恩比博士晚年，他过世是1975年，他85岁过世，啊，晚年就是80岁前后，3次访问日本，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出去的，啊，韩国、越南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。他们研究历史，研究文化，认为这是东亚文明，中国是主，这3个国家是卫星，是中国文化卫星的文明。啊，如果这4个国家要能够结合成一体，就能影响全世界。啊，他没有看到群书之要。如果要看到群书之要，他一定是会说，就是这本书。啊，这一本书代表东亚的文明，也就是代表4个国家，啊，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这个文明能救国家，能救全世界。是真的吗？我们也做了实验，啊，在群书之要里的选择，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，把它抄出来，因为群书要分量太大，翻译要很长时间，啊，至少要5年到10年时间。我们现在要救企业，啊，所以在里头揭露出1/10，翻成英语，去年、今年，我们在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，把这个书送给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代表，
193个国家地区。这些大师代表们看到之后，没有一个不欢喜。啊，这就是做实验，行不行？汤恩比说的话，能不能行得通？大家看得欢喜。啊，马来西亚老首相看到这本书之后，马哈迪长老非常感叹，我得到太迟了，这是一本真实智慧的书，几千年前人写的，现在管用，我要是早年得到，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。啊，我们赠送好像是一个人送了三四本，希望他带给他们国家领导人看。好事啊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中国人不会称霸，中国人不会欺负人，中国人过去吃了亏不会报仇，你们放心啊。所以不是中国的武力，不是中国的政治，不是中国科学，不是中国经济贸易，都不是，是什么？是中国的群书之要，从群书之要建立共识，希望将来是天下太平啊，中国人的理想平天下啊，平天下，平是平等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就是全世界的国家跟国家，族群跟族群啊，文化跟文化，宗教跟宗教，都能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那就是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出现。中国走的这条路，今天我们细心观察中国领导人习主席，他在国内外的谈话，他在那做他该做的、说的、做的，就是朝这个目标。啊，中国老祖宗的教训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就是中国梦啊！啊，中国文化能团结全世界的文化，让这些文化、这些宗教，统统落实在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啊，这些文化统统都会提升起来。这是人类的福祉，真正的幸福。啊，汤恩比的话说的不错。啊，我有幸看到这本书。啊，这本书不是畅销书，为什么？有很多人看得不相信。啊，汤恩比相信，什么原因？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他就相信这个。啊，中国人遭遇到困难，遭遇到灾难，肯定会回头。回头是岸呐。啊，当然，关键的人物是国家的领导人，他带头，复兴很容易啊。他不带头很难的。啊，为什么？障碍太大了，阻力太大了。啊，他带头。啊，团结一些真正有共识的人。
啊，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热心的人团结起来。啊，我们相信顶多10年之内，这个地球可以出现太平盛世。啊，我有这个信心，但是我能不能再活10年？不一定。你要问我，我不想。我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。我现在每天拜佛，我拜的时候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念念都是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下去。啊，但是我希望，我把我所认知到的，啊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希望你们努力向这个目标，向这个方向精进，啊，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。啊，我没有希望，当然我就没有失望。有希望的人会有失望，没有希望的人不会有失望。佛教净宗，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他能念佛，自在往生成佛，不需要人助念。他预知时至，知道哪一天走，跟阿弥陀佛约定好了，到时候佛出现，接引他往生。啊，他给我们说的那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往生要有信心，不要靠助念，助念不牢靠，助念没有信心。这话讲得对啊，这个就是决定往生的。啊，走没有丝毫病痛。走的这一天早晨到晚上还在菜园工作干了一天，啊，平地拔草浇菜，啊，一直到晚上，大家说老和尚干了一天了，可以收工啊，休息不要干了。哎，他怎么回答呢？说我干完了，干完了我就不干了，就收工了。晚上念佛往生了。啊，可以说为我们表法，活一天要做一天，活一个小时要做一个小时，说放下就走了，得大自在啊。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做的，啊，他有个师弟海庆和尚也是这样做的，我们看了相信啊。都没有助念的，啊，他不是没有人呢，他要通知助念的人可多了，一个都没有。教人要自己有真处真正的把握，把握从哪里放下？啊，一般人的毛病就是放不下了，欲望太多了。很辛苦啊。
啊，想的太多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小小的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不是道场，我们这一生没有福报，做道场要有福报啊！啊，一生没有福报，想建一个道场，总是有人破坏，啊，一生过着流浪生活。啊，到这个年龄了，该走了。我们一心一意回归净土，啊，这个地方不是道场，是十几个念佛同修，每个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，我们在这边呢互相照顾。在这边念佛，在这边学习无量寿经，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是没有福报当中是另一类的福报。啊，对于念佛求往生是好事。是好姻缘啊，没人干扰，有道场，现在的人就有意思来争取这个道场啊，到这儿出家，将来这个道场就他的啊，我们这没有这栋大楼。王去世的，他借给我们用，主权是他的。啊，我们自己一个人有一栋房子，在这个时代，这就是庄严道场。啊，这里没有招牌，没有寺院庵堂这个是这个称呼，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他那个庙是个古庙，破庙，没人要的，啊，这个庙送人人也不要，太偏僻了，没有信徒，没有人烧香的，啊，多少年没有香火，靠什么生活？自己耕种，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实现的身份是标准的农夫。他耕种经验非常丰富，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，一生没有离开田地，啊，非常勤快，啊，他开荒，所谓开荒，就那个土地没有主的，啊，把它开垦出来，做田地，种粮食，种蔬菜。种水果，大面积的耕种，收获非常丰富。他不卖钱，他拿这个去救济贫苦。啊，贫穷人家没有吃的，他送，供给。啊，得他这样这种布施的，成千上万人。啊，这属于财布施啊。有内财，有外财，而且他工作念念没有离开念佛，工作就是道场。啊，声声佛号
继续不断。他生活是道场，工作是道场，待人接物无处不是道场。道场可大了，什么道场？极乐世界的大道场。没人知道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法喜充满了，啊，真的什么都不要，他什么都不缺。圆满自信，自信圆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知道舍与心，这个有欲望的心必须要舍。啊，名、利、财、色，要把它舍得干，舍就是放下，要放得干净。你才得自在，你才得法喜，你的眼光就亮了，你才能看透世间呢。世间再不会蒙蔽你了，再不会欺骗你了。世间是什么？假象。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世间真相是什么？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波动下面，这念头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啊，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要记住。是21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1秒钟，这个画面呢，已经换了2100兆次。哪一次是真的？一次都没有。所以，它是一个相思相续。佛在经上讲了一句话：“不断之物。”真的是相续相续，他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老和尚常说：“好好念佛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天天用这一句话告诉人，跟人家说老实话，说真话，一切话就是这一句是真话，其他的全是假话。”佛说一切经，一切经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，其他都不是真话。所以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佛法，佛49年所说的不能执着啊，不能放在心上啊，执着放在心上就糟了。佛一生没说过一个字，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你要说的说法叫报复，你要懂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话呢，无非是引导，是诱导。你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就听懂了，就明白意思了。你一分别一执着，就完了，叫实在俱下，错了啊。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不简单的，谁能够理解如来真实义？如来所说一切话统统不放在心上，就是能解如来真实义啊！不放在心上开悟了，放在心上把悟门堵塞了，叫所知障。
这是佛法难处啊，也是佛法的容易处啊。会太容易了，不会太难了，没有难易啊。那禅宗祖师考验学生常说：“会吗？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也。会的人决定放下，啊，能恒顺众生。你说的对，好；你说的不对也好，他都顺。为什么呢？说的对，对等于零。”说的不对，不对也等于零。天下本无事啊！啊，你喜欢怎么说都行，都在迷，没有破迷开悟，六道凡夫啊！真正会的人呢，丝毫不执着，像老和尚所说的，看什么人都好。没有分别，欢欢喜，看什么事也好，没有这个对那个不对，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没这个念头，完全是清净平等慈悲心饮食，所以众生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，一生没生过气，没有发过脾气，没有说过妄语，这老和尚难得了。我们要学啊，对人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啊，这什么？这就叫佛菩萨。佛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白，他不跟你说。为什么说了你就生烦恼？他说的是真的。你迷在虚妄，你在虚妄，你觉得很快乐，啊，觉得很称心如意，殊不知那是造业。但是不能说破，说破你脾气就来了，你不能接受。啊，所以菩萨知道人，什么时候该跟你说，什么时候不可以说。迷的时候不能说。哎，将悟未悟的时候，这是要说，这一点他就悟了啊。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，再说真一点的，无有法可说啊，都是你自己毛病发作了，佛知道你可以接受，他就跟你说，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，不过分。真是智慧，真是功德了啊！总的来说就是一句佛号啊，老和尚的口头禅，金玉良言，无上大法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就这一句话。你要能弃如，你就会开悟，你开悟了，现前事出世间一切事，哪一样不明了，样样明了啊！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？真想啊！你跟阿弥陀佛有没有见过面？见过面。那为什么还不走？阿弥陀佛叫你表法，因为你已经生死自在了啊，做一个好样子，
做一个学佛的好样子，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，给大家看看。啊，往生的时候自自在往生，大家相信。经言所里头四句不多，16个字，爱欲之心深而难越，太深太广，你渡不过去。那把它比喻叫浅，像护城河一样交断，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害得你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，那与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你说多可怜，你说这多可怕。啊，贞洁说得好，舍与信，坏诸于欠者，这就真干了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断烦恼。真正想断烦恼的人，从哪里开头呢？舍欲心，把欲望舍掉。欲望的根是情执，最难舍的。啊，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，海鲜老和尚也说，有一种恩情最深最难放下的，母爱，母子之情啊，尤其是母亲舍不得儿女，现在舍女儿女可以舍父啊，在过去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啊，做子女的人最难舍的是父母啊。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，学外国人啊，外国人到你16岁成年，你可以独立了。跟父母的关系就舍掉了，真的，有小孩离开家之后，一生再不看，不会看到他回来了。在国外，这是非常平常的现象。啊，父母也成了习惯了。啊，父母也不会想儿女，为什么想是白想？枉然，他不像你啊，不像中国人母子连心啊，母亲像儿子，儿子像母亲，他有感应啊，这文化不一样啊，所以从亲情开始放下啊，是爱欲诸苦之本啊，爱欲这两个字范围很大，爱是你喜欢他，欲是想占有他啊，爱财爱色爱名爱利啊，总是想拥有，
总是不肯放下。啊，可是你都没有想到，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，没有一样是你的。啊，不需要等死了以后才知道。你要是有警觉心，你要是个聪明人，你就知道，人每天死一次。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睡着了，跟死人一样啊。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什么是你的？人家把你身体抬走，你都不知道。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何况身外之物？啊，躺在床上要有这个警觉性，天天有这个警觉性，你肯定万缘放下了。睡觉要做如是观呐，睡觉要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好啊。那欲留神广，这就像你的欲望，欲望没有边际，没有底。啊，没有底是深，没有边是广。啊，众生飘溺而难度啊，非常可怜的、啊、六道轮回就是苦海啊，苦海无边的，你怎么能度过啊？放下就度过，不放下永远在里头，所以要真正放得下，要真正知道它可怕啊！不放下，是真的麻烦。无量的时空依然一切然，一迷一切迷，怎么办？跟一切人事无界的冤仇，冤仇从哪里借的？90%还要多，从言语态度上借的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十善，口占四个，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，说话恶口自己不知道。说话难听啊，啊，你说的人无意，听的人有心呢、啊、就结了冤仇。你今天有权有势，作威作福啊，不知道别人感受，等到你的权势失掉之后，别人用这个态度来对你，你就感到难过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报应啊。这一点要学海贤的。海贤一生没有轻视一个人，一生没有用不好态度对一个人，见人都是欢欢喜喜，从内心流出真诚的慈悲啊，好人坏人都是笑眯眯的。啊，没有这个好那个坏，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一律平等。
啊，所以人人喜欢亲近他，他非常随和。啊，对于别人的要求总是善巧方便满足他，让他生欢喜。啊，这样将来就发缘好啊。啊，他老人家说，宁可荤口念佛，啊，吃肉的口你去念佛，不可漱口骂人。啊，你吃长斋，但是你骂人，你对人不好。啊，我们观察一个人，要细心观察的德行。为什么？有德行才有前途，没有德行没有前途啊！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我们过去受韩馆长护持30年，那我对他的个性很了解。啊，人家犯错事情，他不饶人了，他有严厉的处分了。啊，骂人骂得很凶啊。啊，但是别人服他，为什么？心地好啊，俗话说刀子口豆腐心，他是这么一个人啊，他对你真的关心真的爱护啊，就是你被过骂过被他教训过的，他对你还是关心，你喜欢什么他知道，他每天都在逛街啊，喜欢买东西购物啊，买了不是自己用，这个人喜欢什么，那个人喜欢什么，他买了些小礼物都送给大家，所以感恩了啊，这就是啊，做领导人必须要知道的，真正爱护他。有过错要帮助他纠正啊，他纠正的态度比较上超过了一点啊，没有做到中道，做到中道那是圣贤人啊，没有能做到中道啊，可是相处久了知道他心底善良啊，所以还是服他啊，真正爱护道场，真正护持佛法啊，这样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，我们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，大概早就还俗了。啊，佛门住不下去，不准讲经，那出家干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讲经教学。从成道那天开始，一直到入半涅槃，49年没有一天中断的，这个要知道。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，那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将来从事哪一种行业比较合适？
啊，他老人家就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，给我指出一条路。啊，教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那个时候这个书没有流通，大藏经里都有，到大藏经里找出来抄。我那时候用自己抄写的两部，好在分量不太多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看了之后，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，我们就肯定了。啊，现在人很时髦的话，多元文化教育家。啊，而且他自己本人的身份，我们也看清楚了，是多元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。啊，他一生教学，义务的，不收学费。啊，怎么说多元文化呢？他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来肯学，我就教你。啊，所以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我们从这认清楚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大家就好懂啊。啊，它不是宗教。啊，那方老师跟我讲过，佛教是无神论。佛教是共产主义，六合敬里头，利和同君，啊，它是真正共产，啊，十方的供养都归僧团，不是供养哪一个人，啊，哪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，啊，他需要医药、需要钱的时候，这供养钱可以给他用，啊，照顾他。出家人身上没钱的，啊，供养是贵，僧团，啊，僧团专门有人负责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个，台湾普里，国清法师的道场。正觉净舍，他们是这个制度。啊，你供养出家人，没有一个人会收的。啊，常住专门负责。这个是对的。释迦牟尼佛制定，现在没有人遵守了。在中国，200年前的寺院庵堂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。为什么？它是学校啊，寺院庵堂是学校，要上课的。啊，还有指导人修行的。啊，最近这200年衰了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日本400年。我在日本讲经，日本的和尚来听我讲经，告诉我他们历史上有记载，400年前日本的寺庙都有讲经，也就是他们断掉400年，啊，中国现在断掉100年。啊，200年前讲经逐渐少了，啊，到100年几乎没有讲经，偶尔请个法师来讲个7天、21天、1个月，这最长的，啊，其余的都是法会金蝉佛寺，啊，变成宗教了。以前是教育，从教育变成宗教。衰
摔到极处了。啊，摔到极处什么现象呢？内讧。啊，内讧就是斗争，谁也不服谁，谁都是老大。啊，在自己一个小庙里，曾住持、曾做当家师，啊，是竞争的，摆不平的。啊，这就是佛法摔到基础，就没有了，有形式，没有实质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二三十年，有人提出，若要佛法性，唯有生产者。啊，这一句话是个老话，祖师大德说的。啊，说明佛法的兴衰，我们曾经给同学们做过详细报告。古人教导我们，一定要回归三学一源，把佛法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类是戒律，第二类是禅定，第三类是教下。啊，教下里面分很多派，啊，像贤首以华严为主，啊，天台以法华为主，啊，有三论，有法相为师，啊，净土密宗都属于教下，教下有六个宗派。啊，禅是定，教下是慧，戒定慧，啊，律是戒律，啊，三学定力分家了。佛陀在世没有分，啊，每个人学的有戒、有定、有教，都是从释迦牟尼佛出来的。后来祖师大德的分呢，分还知道我们是一家，互相尊重，没有自赞回答，这还可以啊。为了戒引众生方便起见来分总分派，可以，这是方便戒引，善巧戒引。啊，如果批评我这个好，你那个不如我，这就坏了，这就大错特错。啊，即使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确实其他宗派学起来难。为什么？他要定，他要会，啊，要这个要戒要定。那么净土宗比较容易，在整个佛法衰退了，净宗还有效啊。它简单，只要真心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要真心，真正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，你看他老人家，他不认识字，啊，从小就在田里面工作，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一生没有听过经，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在寺庙里面大众坐坐完课，他在门外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因为装课他不会啊。啊，什么都不懂啊，
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。他的师父就教他这一句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念到日夜都不间断的，口里头没有念，心里念。所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真的像佛，佛就现前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想是感，佛立刻就应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。他念佛的功夫从成片到事业心、理业心，我看他的观点，细心观察他，听他讲那些话，我估计他念到事业心应该在30岁左右，念到理业心是40岁左右。念到理业心的人享福，福就现前。他没有能往生，不是不能往生，阿弥陀佛特地嘱咐他，让他表法，意思就是给念佛人，给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。在现在这样混乱的一个社会当中，怎么样学佛，怎样念佛真正有成就，他把这个样子做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样子，信心就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他能成就，我们也能成就。他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不超过3年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往生有把握，随顺世间办事就很快乐了。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走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。你们这个时间事情我可以随喜，我可以下一次不敢了。就像老和尚所说的，干完了以后就不干了。这一句话意味深长。干完了说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非常可能阿弥陀佛会告诉你，叫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，你随时可以走的，多住几年表法，做一个好榜样给别人，让别人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心，这就是度他一生成就无量功德了。这是真实功德了，这个功德是到极乐世界最高品位，不是世间法，不是人天福报，要干这个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一桩事情，大事，世间事，那就是
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是佛经上的话啊。开悟是什么？让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让他放下贪嗔痴慢疑啊，让他回归五轮五常四维八德，在佛法里面回归到三归五戒十善。这个世界社会就恢复安定和谐了啊，地球上的灾难会自然化解。这是我们对得起地球上的众生啊，我们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，那就得大自在了啊，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有缘得度的帮助他开悟，破迷开悟，历究竟苦是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得究竟乐了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是阿弥陀佛的梦想，我们来帮助他实践啊，帮助他落实，落实要从自己下手。啊，自己得度了才能度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深入经藏一部经够了，特别是黄年老的注解的起处啊，收起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所以收集193种典籍来做这个经的注解，这是真实智慧，稀有难得啊。经是会记的，注也是会记的啊，我们这一生的学习也是会记的。在这个时代，因为要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，所以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多少要懂一点，不同的宗教要涉猎一点啊。我们提倡宗教要互相学习，我们带头啊，他们经典里面好的东西，普世教育、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这三种啊，我们都应当优先的学习。高深的理论那是又一个阶层，宗门所说向上一处啊，向上一处是神学，是科学，是哲学啊，这也是三位一体啊，神学跟科学哲学融成一体啊，那是吗？真实智慧呀，真实得相得能相好，完全显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到那里全看到了，那就是真的了啊。这里幕后
三句话。佛法界，界于切，令善坏。啊，剑是宝剑的武器，用这个把玉斩断。啊，意思就是代表放下，剑是智慧，智慧先前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明白了，好像全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这才放下。放下就进入真实，一真发现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：习诸古物，谢民清白。或赞里头说：戒、爱、烦恼，譬如。苟空慧能处，亦如习诸除邪贤正，故曰邪明；以护法尘，故曰清白；超诸毁谤，故曰清白。清白两个意思。见是见火，爱呢是思火，就是见思烦恼，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的真因。有见爱就有轮回，见爱断掉了，轮回就没有。啊，那诸位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一般人认为爱是真理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所有宗教都讲爱。宗教为什么可以团结？因为它的核心是爱，是相同的。啊，但是那个爱啊，不是我们凡夫的爱，凡夫的爱里头有染污。为什么？他有情在里头。啊，神圣的爱里面是智慧，没有情执，执是执着。啊，没有情执，这是真爱。所以佛用慈悲，不用爱。慈悲跟爱的意思完全相同。慈悲爱是里头是智慧。没有情执，啊，有别于世间人的爱，里头是情执。啊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啊，但是慈悲跟宗教里面神之爱、上帝之爱是相同的。啊，上帝跟神。也没有情执，他不会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啊，讨厌一个人，没有，要有这个念头就不是神了。海贤老和尚都做到，难道神没有做到？那不就超过神了，超过上帝了？所以一定要晓得，上帝的爱、神的爱是真爱啊，真爱是平等，心是清净的，啊，就是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的爱，啊，这个叫慈悲，啊，大慈大悲，啊，为什么大？它没有局限，啊，它广大没有边际。所有众生都得到这个爱的资源啊！众生
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范围非常大。动物，我们人生众缘和合的，佛说四大五蕴众缘和合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四大五蕴众缘和合。动物、植物也是众缘和合，所以它也是众生。矿物依旧是众缘和合。那我们讲时间跟空间也是众缘和合。换一句话说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包括一根所对的法尘，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。所以佛法讲缘生，宇宙从哪来的？因缘生法，缘具足就现，缘不具足呢，这相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。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，不是讲有个上帝来制造的，没有。所以说佛法是无神论，是从这儿说的。佛法承认有天神有鬼神，但是天神跟鬼神像我们国家领导人一样，人民没有犯法不能惩罚他，人民没做好事不能随便赏罚他，他大公无私，这叫神啊，聪明正直为之神。神不是糊涂人，佛教里讲神是讲这种神，不是讲创造宇宙主宰人的命运，不是的。创造宇宙是起心动念，这个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真心只有一个同体。妄心个人个人不一样，真心是一样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真正懂得明白了，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关系多密切啊！所以大慈大悲是从这个地方生的，所以这个慈悲里头没有分别，这个慈悲里头没有执着，纯净纯净的大爱。人有没有呢？有这个现象，你只有细心观察就在眼前。婴儿出生，我过去说过几次，人生百日，体弱正常。小孩生下来一百天，这一百天，小孩是纯净纯善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有，有他自己不知道。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不来投胎了。来投胎是起心动念，这是微细的无明烦恼，是烦恼的根。他还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天真呢，天是天然的、自然的，真是不是假的。你看小孩对人，无论哪个人就逗他，他都笑眯眯的，都非常欢喜。他不知道谁是他爸爸妈妈，没有人。时间久了，知道谁是爸爸，谁是妈妈，他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
他就被染污了。被染污，天真就失掉了。所以我们见到了啊，没有见到纯真的，见到相似的真相。纯真是佛，相似是菩萨。我们见到是菩萨，是阿罗汉的，他们那样的天真，就是婴儿。所以菩萨行里头有一种婴儿行。婴儿行就是于一切法当中不生执着，不生分别。这就是婴儿心，这个法喜充满了，见思烦恼是染污，见是看法，思是想法，这个地方爱就是你的想法，代表思烦恼，这个烦恼里头分五大类。慢疑，这五大类，这个五大类属于爱，都从爱里头产生的。贪就是爱呀，嗔恚是爱的反面的。不爱就是嗔呐。愚痴是对事实真相完全迷了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傲慢、怀疑，都是根本烦恼。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烦恼，但是在一百天不起作用，所以显露出天真。老祖宗聪明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就想如何把这个天真保持，永远不变。这个办不到，这个只有修行才办到。要不修行，修行在家出家都可以。要修禅定。没有真正定功，他会受外面环境影响。那么尽可能的让他保持，那就是教学。这个教学，扎根教学，从胎教到小孩出生3岁，这100天。母亲怀孕这10个月，像周文王的母亲太人，眼不看卧色，就是负面的，不应该看的，不好的东西不看，耳不听淫声，负面的。都不能接触，心里头不起恶念。我这样讲大家好懂，没有恶念，没有恶口，态度柔和，为什么？让小孩看到婴儿，婴儿一出生睁开眼睛，他就在看，他就在听，他就在学习，大人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，慢慢就学会。这就扎根了。所以这个1000天3年，母亲要把他看好，所有负面的都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夫妻
在一起的时候，小孩在旁边都要守礼，都要做得规规矩矩的给他看。所以这个小孩到三岁，他就有能力辨别邪正，啊，邪的他会拒绝，啊，正的他会欢喜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古谚语说：“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这个根，八十岁就是一生都不会改变。”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到现在还存在？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但是中国现在衰了，赶快要把它找回来。如果不找回来，我们中国文化不会再存一百年，一百年之后就灭亡了。这个胎教重要啊！啊，现在这种胎教的教学应该有专门频道，啊，或者是一个星期有一两次的播放，啊，最好是连到，啊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啊，连到一个星期有一次，啊，有一个小时，或者是两个小时更好，啊，全国人都看到，让这些妇女、年轻的妇女都只有这个常识，啊，她就懂得。我应该要把下一代教好，这是他的使命啊！啊，上天赋给他的使命，他必须要做到。上小学，七八岁上学，上私塾，老师以身作则。教学生，比如讲《弟子规》《感言篇》，老师没有做到，学生不相信。所以老师难了，老师是儿童的榜样，身心言教啊！啊，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。啊，老师过世，幸丧三年，只是不带没有孝服。啊，能孝亲，能尊师，这个得先扎根了，这才叫根。啊，然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自然他就想。不需要人，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，他不会舍弃的。所以真正能够把烦恼吸气洗刷干净，啊，清净心恢复了，啊，清净心就相当于阿罗汉辟支佛所修的戒定慧，你提升到这个阶层了，啊，这个阶层是决定超过六道轮回，啊，如果说上中下三品，下品超越六道，啊，中品在四生法界修行，上品超越十法界。这是大乘里头普世教育，普世教育报众生恩的，上报四重恩，报众生恩。所以现在教育，无论是世俗教育，是传统文化教育，是宗教教育，都要用传播，要用电视，要用网络，啊，才能普遍推广，
造成风气，啊，社会才能放弃一切的我念、我口、我心。啊，人回归到伦理道德，啊，本善，人心本善，孝敬天下，这就能创造地球上的盛世，啊，地球上的文明，我们在这个上方面尽一份心，尽一份力，啊，可别忘记，我们要回归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不求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很可怕。啊，你修这么大的福报，将来你做了天王，如果贪嗔痴扶不住，你就变成阿修罗。啊，变成像经上讲的割裂王，割裂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暴虐，就是暴君。啊，那要做了暴君，你有权有势，随便杀人，来世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世间的富贵决定不能要，肯定享受富贵的时候早晚。啊，这要三世愿的，后也是地狱去了。啊，佛藏里面说，空慧能出，智慧里的这个空慧，真正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们真的是在做梦。要常常想到，就在眼前，我们眼前一秒一秒的过去，你看着时钟，一秒一秒过去，这一秒再不回头，这找不回来了。啊，即60秒一分，即60分一小时，啊。即24小时就是一昼夜，假的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了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啊，看这个电影，我这里有一卷底片。这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一秒钟24张，也就是它的频率是24分之1秒，记住这个数字，21分之1秒，镜头打开，一张幻灯片，就是幻灯片动画了啊，这大家就懂得了。你在荧幕上看到一张，那么1秒钟24张，速度快了，我们的眼睛赶不上，看到它好像是真的一样。
啊，其实不是的。24分之1秒，那么我们现在的电影跟电视是用数码进步了，不用这个幻灯片，不用这个，但是画面还是一张一张的啊，不过不用这个做载体，晶片做载体。那么1秒钟多少张呢？50张。现在到数码是100张。啊，1秒钟等于用这个片子100张。我们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1/1秒，你能掌握得住吗？你能把这个事情想通看通了，你就晓得全是假的，整个宇宙是假的。你就不把它当作真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不放在心上，练习，常常不放在心上，有一天真放下了，放下你就开悟了，就大彻大悟啊，了解整个宇宙，看到宇宙这个频率，就是我们先前实际上宇宙的频率跟幻灯片一样，一个道理，速度更快。1秒钟多少次频率？2100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8000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那弹指，我们1秒钟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可以弹7次。啊，那7次乘7，320兆乘7，3×7=21，2100兆。1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灭，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眼睛看不见，在我们耳边，我们听不到。什么时候我们眼睛能看见，耳朵能听到？大乘教上说八地菩萨，我们修行到第八地就看到了。所以不是佛一个人看到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5个果位上就统统看到，看到真相啊。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不肯放下，讲清楚讲明白，想想真的如此，哪一样是你的？连身体都不是啊，天天忙着忙着这个忙着造业呀，啊，造善业三善道，造恶业三恶道，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三善道三恶道做多少，通通有果报的。所以这个经典上一字一句我们讲几个小时都讲不完，你要不真正搞清楚没用，听了耳边风。真正搞清楚的时候，它与我们有关系啊，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，与我们言语有关系，与我们动作有关系，关系大了啊！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真正学佛学大乘的人知道啊。我们在没有开悟之前
没有得定之前，就是没有见到事实真相之前，不能离开经本，不能离开佛号。啊，佛号是更简单，更个要真正把纲领抓在手上。啊，一句一句佛号相续，不令一切妄想杂念进入。这叫功夫，这叫修复。那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